新疆魔都六合魂。万恶之魁嫦娥，派出着这个三魔六鬼阵，这个凶杀六合。三魔乃是魔球顶面三个木偶的魔枪，六鬼乃是人名杀手。同时在着这个魔球内面装着机关，又更能吐出毒烟、毒水，扛着毒针，这个凶杀六合。六合已经陷入困境。这个时阵的六合翻开两名孙的手，非常的着急。这个使用对于六合正气功的时阵，正义杀手大天行道乌鹰又出现武林木。当乌鹰看到六合在前皮刺激的时阵，伊内心有数。两匹的男子汉，两匹的男子汉，男子只手雄关，两匹的甲人无同款，不心偷欢，不心超凡，无见管别人，也无见乎人管，快快乐。感谢壮士相助，壮士高兴尊名，先机何起？壮士为何默默不答呢？啊，你是不是我的徒弟阿霸王？徒弟，阿霸王无熟悉了，过时。徒弟，你不是我的徒弟阿霸王？也不过你的背后非常的亲像，但是你的头毛是白色的，薄薄的纱巾对你的面容砍掉了，看不什么清楚。看到你的背影，就想起我的徒弟阿霸王不幸关苦在外险，放杀一个七十多岁老大人。我将阿霸王的母亲该收养，同时拜他做义母。要那无，唔知要怎样的悲伤呢？来了，师弟啊，师弟，哦，我叫这个三毛六鬼拍牌，要联络迄个国号呢。恭喜师弟，你会当脱险，是一位师兄为我六合受惊了。哎，所以什么受惊？只是咱三兄弟中间讲起来也是你的功夫上好，阮两人望尘莫及，岂敢？师兄慈悲。不许当着敌人的正道，这就是你的心怀道德的观念，所以你才会躲避啊。话也是会使安尼讲啦。不过输的你也是小心注意，因为咱来到外域，也得要到昆仑采取这个千年灵芝啊。这个中途可能有一挂敌人会常常来给咱阻碍，所以你都要小心小心啊。是，感谢这位师兄的关怀。我想得要甲昆仑路途遥远，不敢劳烦二兄，希望二兄回山去温顿吧。二
让我立法单人独行就可以了。哎，三兄弟人情，四兄弟志同手足，严忍看师弟一个人来受苦，所以我不你来去，来采点灵芝，医治我地府的目睭，这也是合理哦。师兄，你的诚意我心领，但是不敢再还二兄了。哦，既然这代嘛。真是好，不恭人之所难。既然师弟你照我的意思，要我这张罗贯图给你啦。哦，这张罗贯图你照这个罗贯图进行，对当到这个南昆仑地界，哦，会当去采取到这个千年灵芝。我想地府的目睭，那无千年灵芝，可能要好也重难啦。多谢师兄啊，那罗贯图带去。多谢。奉上二兄启程，哎，不用。该人咯，看了他无什么能耐，是看伊到底有什么先天的本领，会当采到千年的灵芝。一名人金光球，身披王子，对付着这个赤鹅罪魁。稳稳现现，请我形象，所着伊金光桥的内面神秘人物，真是头当二山，魂消魄散。这个时阵，万恶的罪魁赤鹅特别使用技巧了。我以为叫来是什么人物，叫做神秘王子，原来是白塔寺的主持一贯大师，五角的三分的，安尼好，今日赤鹅绝将不留情呀！小主持位，自本山人昆仑元人修行至现在，眼之所见最残忍的唯一就是你赤鹅了。什么？昆仑元人为何要阻碍我的工作？你是顶顶的大仙角，为什么连这个佛门的弟子，这款小有年纪的佛门弟子也得要给他击杀？这种实在是太过残酷啊！万望看三人的面子吧。好，第一次看你昆仑元人的面子，用阮三名小青，记住，你若来干涉我的行动者，格杀不留，请。啊，多谢多谢。啊，这只狗哦，这只狗哦，狗妖啊，点点啦，唔当我别讲啦，这老先讲呢。这昆仑元人哦，这车半仙了哟，来未来去未去拢会知啊，所以呢，赶紧跪了甲碎下。哇，多谢高哥啊，多谢高哥。三位请起吧。啊，多谢多谢。你是白塔寺的小僧？啊，我就是叫做一元。呀、啊，我就是合作五角的。啊，我就是三分的啦，三分的啦。一元、五角、三分，恁三个人功夫是练了未歹，不过呢。你佛门的弟子也是非常的慈悲，为什么打扮作神秘王子出来这个武林道上，跟人在咧鬼混呢？我讲给你听，我讲给你听。既然如此，你也是咧躲避赤鹅，不行，煞去拄到赤鹅吗？对啊，对啊。老先生啊，吼、你的权威吼真大呢。这个赤鹅普通人吼、得要甲伊讲情拢无多，拄到你甲伊讲两句啊，赤鹅不。真义气，那安尼可见哦，你的道行深高，赤鹅哪有惊你呢？赤鹅唔是惊我，只是互相尊重啦。不过我认为赤鹅若是要向我的挑战，伊也都要过三思考虑。老先生啊，我想要来拜你为师，唔知你主见如何？请慢，你是贵族的子弟，贫道严干王子。啊，卖讲安尼啦，我这流漂囡仔了，啊，四处在咧流浪啊，什么贵族的子弟？你的心事，总有一天我会讲予你了解。最好你是去找找二公主艾诺，艾诺正在伫咧找你啦。艾诺找我，嘿，我无妥当，我即摆若伫这个江湖行走吼，
啊叫赤鹅啦、天狗龙啦，因这班的妖都拄着，迄温室的你呢？所以即摆吼，拜你为师，来研究功夫神术，来去读书，啊神术多比赤鹅恶势力。果然接待，接对啊，好不好？哦，老先客，喂，先客，什么先客？先客啦，哦，不知不觉啊。你这个五角人是怎？什么不知不觉？嘿嘿，先知先觉，是啦是啦，给阮三人拜一个师傅的就好。不去吃远东香肥。好，师傅是阮四拜啊。我的教规真严，你千万都唔当违反我的教规，违反教规者，恐惊为师，只好甲你警戒不误。嘿啦嘿啦，阮拜师吼，都是爱尊重师你咧天下君父师啊，对。啊，我若唔对哦，希望你来甲恁减分。真好，本来你是佛门的弟子，现在转入这个道门的弟子，安尼又搁都无同款哦。哦，不过慢慢你会适应啦，总是爱服从我的命令都无唔对啊。啊，师尊带路，回转南昆仑呢。跳舞，又左又右，我来感情。红军马百万随从大路攻入北京，现在两军大战。各方的军兵训练，因此为了我来军兵打起回师来拜了。用铁岩弩夺进来！报告，去！铁岩弩，你已经明了疆域了，赶紧归顺本帅将达乌。本帅可以将你的亲属许配到我的部下丁阿歪。呸！我虽然是一个女流，头灵端，志不灵实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么勇敢吗？好，你若这么顽强，一日就是自找死路啦！甘心，还欠我的小妹铁爱奴，甲六合仙师不久行动仁义之师，来这个所在低根骨落，你一番欢迎霸道的瓦拉流口，难逃一死啊！哼，好，那无将你这个铁岩奴，甲你禁进魔方国，你唔知影本帅厉害？什么？魔方国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往哪会惊吼？你是一个达旦国的大公主，你是一个孽种的人物，金鸡玉孝，美若仙子啊！假使将你甲你监禁在这个魔方国内面，甲这泰国人作对，唔免几工，你也是受这个魔方病传染，免经过一个月，你会死在魔方国的内底。来人啊！将铁岩弩加押进魔方国，遵命啊！小文啊，查探二公主铁爱弩的行迹，报我敌情，以防六合来进攻啊！将达乌、诺亚达丹人民，在这个南英二城之外，特别建造300里长的海豚城，伊就是用这个避风沙防敌人做口号。其实，将达乌伊个人特别享受极权，甲满足其所欲之意。在这个暴力、极权统治的这人民，真是民不聊生，惨不忍睹。但是，同时反驳之时，也真多圣机投盆自由，伯君将达乌自安的这个城外加设着铁丝网，并将这诺亚加着这个铁结铁链，以防反驳之士的突突。
这个人民受了奴役、饮餐风沙的日，忍受着极权暴力，每日盼望着二公子爱奴甲立法贤书，早一日发动正义之军，救因脱离黑暗的地狱。恁是安怎走到这么疯狂？安乐王啊，我若无讲哦，你就唔知讲到到你目屎流。什么代志遐尼悲惨？阿公啊，我讲予你听了。阿孙呢？赶紧讲讲诶！哇，可怜的达旦公哦，去予迄个将达乌吃命呢！呀准娘，你你点点我听，一说来听哦，迄大公子哦，披荆斩棘的魔方国，搁说来去，达旦人民的可怜啊！哈，无人性，真无人性啊！就将达旦的人民，甲当作奴役，啊，啥物在要做海豚城？啊，这个实在听了会气，真正听了会气。阿公啊，你唔通气伤忝呢，气伤忝你会喘起来呢。卖讲歹话啦！即摆安尼啦吼，王爷，我想话你赶紧来将这个大王兵杀来去吼，也来甲伊理论啦，叫伊赶紧解救这人民，也若无你用大王兵甲伊推吼，伊看到大王兵呢，伊绝对唔敢违抗你咧吼，那着你才有办法，那着你才有办法。是啦，阿公啊，你就是千千万万人的救星呢。好啦，您安公都。较啰嗦啊，无啥物气力搞迄个用达乌理论啊！你甲请恁哥哥、甲恁爸爸出来，哥哥、爸爸，哎，坐。拜见哥哥、甲爸爸。今日怎样心？我讲予你听啦。安尼实在太过分啦！实在无人性，一可能无改境改变来用哩。是啦。多望王甲千秋随着爹亲进行嘛。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全家人拢来去，来解理论就是啦。好，行行，快点，快点来。哼，你中你的皇亲国戚，也特别的压我心。今日啊，你该讲，我无力啦，我无力。皇亲国戚嘛，同款，咱做代志爱照天道。爱照这个国法啊！虽然两国的相争啊，这老百姓袂使共欺负啊！赶紧将这人给放去。什么？你无可能干涉我统兵马大元帅，一切由我做主，由我指挥。你敢看我这支啥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大王边，前日啊，我去用骗去。大王边其实是一项工具而已。我将达罗。统领两国的军兵，哪有在期盼你的大王兵呢？你这个奸臣啊！你见大王兵唔免跪，哈！上打无道昏君，下打败国奸臣，哈！小王啊，我甲困起来啊！哎呦，啊！爹你啊，老爷破你七八头，爹！拿掉了，隆重拿掉！哈哈哈！哈，自从安乐王、福王、福妃拢甲押入马蜂国，为甲只泰国人斗阵，哈，出名！啊，天哪！原来啊，英雄六合来上戏。六合为了这边异地钓鱼，爱妻相安失明，所以叫这罗贯头来到昆仑。乾坤一卦咒，特别采取着这个千年灵芝，必须通过乾坤一卦咒五条旋转功。现在乾坤一卦咒转动快速，使六合精神散乱，六合魂不掉体。当六合叫我拔出一块动画的时阵。请我杀手，趁这个机会，特别解决六合的性命。六合特别发动正气神功。啊啊啊
我清醒起来。第二次得要进上这个乾坤一卷酒。乾坤一卷酒转动非常急速，又靠运动流液关公得要控制流这个扭动。安乐个天狗龙变色狐狸，当着绿鬼准备要来暗杀掉毕红如。毕红如当着公三性命在倾极之危，这个中间独眼龙精深深赶到。小得令，安乐个罪人难逃相国之下。开始，哟，杀啦杀啦！一人，一人，好。这边人反对三教真理的绿化甲绿雾。受了欠我的所属，特别对付乌鹰。小大人，小大人，死水，绿雾，绿化。哦，绿雾绿化，我乌鹰跟你说完仇，最后你退开吧。什么？乌鹰，今日你插死在你飞上空？安尼好，看我这支剑，替天行道。见义勇为，要将你这邪魔把你斩头断掉啦！来，来吧！现在派何英特别使用技巧对付着绿化绿雾。何英的功夫是不是当胜过绿化的师兄绿化绿雾呢？